摆在地上不起眼的打包袋，巧手编织后成艺术品。蚂蚁、蝎子、蜻蜓、小鱼儿，打包袋 DIY 参访民众动手体验。因为这个翅膀你要把它拉紧了，再打一个圈。从后面的哈，拉紧。志工细心教导，跟着步骤并不难。太好了，太漂亮了，环保也可能做这么漂亮，好有趣哦。62岁的谢女士，即使手受伤，还是忍不住跟着做。手痛都没有感觉了，拉紧就好，拉紧了吧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第一次尝试到，谢谢你们。大人爱不释手，小朋友同样投入。因为这个很环保，就不会浪费资源。推广环保就是回收再利用，延续生命嘛。就是本来这个是没有价值，本来是回收的东西啊，你变成的艺术品。大爱馆西服 DIY 除了有打包袋，还有令草编织。越做越快乐，越做又越巧，很棒啊！看到别人开心，自己觉得自己也很开心。把握花博展期，邀约您来参访。环保 DIY， 大家一起来。大爱新闻黄子玲、王光辉，台中报道。